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毛，没有错，我暂时不出片了，因为我要当兵了。不要担心，当完兵我还会继续出片。斗阵的部分可能就是出更新内容，还有需要花点时间的小剧场。至于天命二可能会出的比较多一点了，还有 Life is Strange 的部分应该会改成直播的方式。抱歉，最近都没出什么斗阵的影片啊 ，sorry。好了，短短的影片跟大家讲一下，感谢一直收看的你们，不管是喜欢我的还是讨厌我的，都非常感谢你们。之后还请各位多多指教喽。这次影片就到这边喽，我是羽毛，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